杀了他，我没有杀他，是他自己。 阿士洛隼，营使前锋在此，接特勤回营。接特勤回营，谁敢造次？来人，保护科顿、小克汗回去。 阿孙，阿孙，你冷静一点。阿孙，冷静。我让你不要轻举妄动，你听过吗？若不是你一意孤行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若不是你一意孤行，我安娜怎么会死？母亲，没事，带他走。 杰龙氏，立刻去追！等等，让他们走吧。王庭出了这么大乱子，克顿重伤，你打算如何交代？给我追！撤！撤！撤！ 母亲，那边有一条河道已经干枯了，你们可以躲到里面，还有十八，保护好艾叶尔的遗体。那你呢？我带着大夏一路朝右跑。你要引开狼尸的人。对，等我引开狼尸，你就带着阿隼赶紧去疗伤。不行，孙醒过来肯定会恨死我的。他不会，我害死他的阿娜，还连累英石，他恨我还来不及呢。你这样做太冒险了。 母亲，英师不能没有损，现在能保护好损的人也就只有你。顺儿想扣的那些罪名，等大可汗回来也就可以澄清了。只有你能保护好损，快走！没时间了，快走！英师前方听令，有李军师指挥。是，撤！
我们应是前锋，随我前行。上！ ，别睡啊！撤！撤！嗯。撤！小军士，怎么了？所有人听我的令，阿诗勒部有军令，不会杀自己部落的战俘，如若狼氏追至，不得抵死顽抗。 一旦被抓，立马投降。为了英师，为了损特勤，保住自己的性命。可是小军师，你怎么办？我放了罗伊，他们定不会放过我。我自己会跑，不用管我。可是，记住我方才说的话，保住自己性命要紧。我现在与英师无关，不用管我。撤！ 这是怎么了？快叫武艺！我这就去。武艺！哎，武艺，武艺，等一下，孙大先生怎么了？长哥呢？长哥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？我没时间跟你解释。 是我没能保护好你，我知道，父海以你为耻，纵容顺儿与我相斗。我曾经以为只要我表现得不那么在乎你，这把火就不会烧到你身上。但是我错了，早知现在。 我即便是忤逆父汗，我即便是放弃一切，
也要把你给抢回来，那些输赢双输，远不比家人和族人的安康重要。安娜，您放心，所以后再也不冲动了，再也不会做那些。 现在我只想保护好那些我能够保护的人，不再让他们跟你一样遭受苦难。你一定要放心，你对孙楠的恩情，我只有来世再报。 苏一社他们暂时被狼师俘虏了，没有性命危险。李长歌呢？他回中原了吗？他跟苏一社他们跑散了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罗十八也去了。 什么意思？说话呀！他替你引开了狼师的追兵，现在下落不明。哎，孙，你伤还没好，你得好好养着。我必须得去找他，别拦我！孙，长歌好不容易把你的命保住了，你现在又去送死吗？ 我已经没路安娜，我不能再失去他。他不熟悉草原，他活不下去的。李长歌说了，一定要把命保住，不能白费他的苦心。我也不能。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了，我也会去。有消息立刻告诉你。你得有命活着等他回来。 咪咪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长歌。你都不知道长歌在哪儿，你去哪儿找他？所有人都在找他，为什么偏偏我不行？长歌从王庭出来，现在一定在往英师的方向走。而且我相信，只要他有一口气在，他爬也会爬回来见我。我要去找他。我陪你去。 可敦，情况怎么样？天狼神保佑，剑总算取出来了。可敦应该没有性命危险。那就好。小可汗，可敦这里你不便靠近。既然可敦没有性命危险，我看小可汗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你们所有人都可以进进出出，帮助他，看望他。 唯独我不行。小可汗，可敦平日里待我们如何，我们都是铭记在心呐。这种紧要时候，我们自然会好好照顾他。小可汗，你就放心吧。你站在这儿，要是让大可汗知晓，必然会给可敦带来麻烦的。你就回去吧。我走。
连探望自己阿娜的权利都没有，我又算什么小可汗？以父如相逼，舍儿，你就是个懦夫！阿娜。阿什拉孙，我们为何会走到今天这步？这么多年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若不是小可汗，你也不曾去应试，我们会是好兄弟吗？小可汗。应试擅闯王庭的那支骑兵已多半被俘，关押在牢里。阿什勒隼呢？追击的时候没找到，方才探子来报，已被他逃回应试去了。我就知道，他没那么容易死。这次，我们错失了杀阿什勒隼的绝佳机会。以后要杀他，怕是更难了。你似乎比我更迫切的想要杀他。难道灭掉应师？不是我们的目标吗？小可汗心软了？我没有。小可汗不会忘了大可汗一直以来对你的期望吧？你绝不会甘心永远被阿什勒隼压制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赢了阿什勒隼你是否能与克敦相认，但我敢断定，若是你赢不了，大可汗绝不会允许你再与克敦相见。小可汗，别忘了，今日若非克敦舍命为你挡箭，阿什勒隼那一箭便会直穿你喉咙。他可曾对你有过手下留情？小可汗对敌人仁慈，便是对自己残忍。若非克敦福达命大，今日你便会永远失去你的阿娜。够了！我不需要你来给我提醒。那李长歌呢？我们围剿他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哪里突然杀出一个身手不凡的剑客。看穿着，当是中原人士。我暗中跟了一段，从驴蹄留下的印记看，他们径直南下了，并非是去英师的方向。这件事还有别人知道吗？除了狼师负责追击的人，目前没人知道。到底在哪儿啊？她虽然是个女人，倒也是个英雄，是英师不折不扣的勇士。所有英师的弟兄们都会记得她的。我不希望她是英雄，
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活着回来。他会回来的。他那么喜欢英师，那么喜欢你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会回来的。他就是个混蛋，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，他什么事都只知道逞强。母亲，我真的害怕。长庚命不该绝，我相信他，一定会没事的。一定会没事的，说不定我们的人已经找到他了，把他带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说不定他现在就在英师。我带你回去。若不是你一意孤行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若不是你一意孤行，王安达怎么会死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算。有消息了吗？这么多人找了这么多地方，若还是没有发现，那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已经落入狼师的手里。若真是这样，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阿娜的情况怎么样？请小可汗放心，可敦的伤势已经有所好转，刚刚服下药，已经睡下了。那就好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果然是你，原来你还记得以前的暗号。阿伊尔的事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其实我……你害死了我阿娜，你不配提他。那是意外。意外？你的意外拿走了我阿娜的命。舍儿，输赢对于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不重要。那是因为你一直都是赢的那个。啊，失了舍儿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明白？小可汗也好，特勤也罢，都不仅仅是一个尊称，而是你我肩上的责任，那是草原的未来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跟我争着虚妄，争着可笑的输赢。幼稚，从小到大你都是这么幼稚。我阿娜死的时候，不，即便是现在，我都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可我不会这么做，因为杀了你改变不了任何事情，杀了你，我阿娜也不会再回来了，你明白吗？杀戮永远只会带来无止境的痛苦和争斗，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放了我英师的弟兄，放了李长歌，有什么事情冲我来。我想你是找错人了，英师的人我可以放，李长歌不在我手上。你说什么？狼师没有抓到他，信不信由你。那他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。这茫茫草原危机四伏，流沙沼泽，毒蛇猛兽，他孤身一人逃跑，你觉得还有几分生还的可能？我与他经历生死，他不可能这么容易丢了性命。那你就自己去找他。
你不用太担心吗？苏安，怎么样？舜儿说长歌不在他那里。舜儿的话能信吗？这次不像是假话。那长歌，该不会是真的出事了吧？不会的，我相信他不会这么轻易就死的。对，长歌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那我们就去找他，直到找到他为止。说什么来着？别看他活不长，但是一时半会儿他死不了。你们是谁？这是哪儿？你想想。想不起来了。嗯。奇怪呀，这外伤没有伤到头部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不合情理呀！好吧，想不起来是吧？那我告诉你啊，我呀叫司徒朗朗，是一位剑客。这位孙真人呢，乃是我的寨主。我们俩游历经过，我把半死不活的你从阿施勒部人手里救了出来。老爷子呢，又想办法把半死不活的你给救活了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什么结草衔环无以为报之类的话就不必多说了啊，我们主仆二人这种救死扶伤之事是向来做惯了的。李长歌，你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？现在罗毅死了，你把自己搭进去了，也把我和英师搭进去了，这就是你自以为是的后果。若不是你一意孤行，完了怎么会死？离我远点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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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，阿孙，是我害死了你阿娘。哼，叫舜儿来见我。是。你说什么？谁让你通报大可汗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不报，别人也会去报。如何让狼师免遭牵连，是我该做的。可阿伊尔是阿娜帐里的人，如果阿娜受到牵连怎么办？这要看小可汗在大可汗面前如何说了。你说什么，什么就是事实，大可汗会相信你。可阿伊尔始终死在我的刀下，你又何必？又何必在意呢？一个女奴而已。而已。这些年我与阿娜不得相见，是阿伊尔偷偷传信我与阿娜才得知彼此的消息。他与阿娜与我都是有情谊在的。我用阿伊尔逼迫阿什勒孙，是我一时气昏了头脑，我现在也很后悔的。更何况，阿伊尔是阿什勒孙的养母，为何不还他一个人情呢？小可汗记得阿伊尔的人情，却忘了克敦这些年所受的苦，所流的泪了吗？大可汗是如何对待克敦的，你难道不知？只有你掌控了权力，才能早日和克敦团聚，才能让他活得不那么辛苦。而阿什勒孙，正是你掌控草原至高权力的最大障碍。你对他留情，便是对克顿无情，你可不能因为他的几句话就动摇了。报小可汗，大可汗召您入帐。
舒涵，侄儿看管不力，还请舒涵息怒。但是罗毅，侄儿已经带兵擒杀，还请舒涵随我去验看。你速去召集狼氏所有的精锐兵马，装备弓弩，随我出营。舒涵，这是阿诗勒损，他竟敢趁我不在的时候营救唐将，射伤可敦，此等离心离德的家伙不能再留着了。舒涵，侄儿有事向舒涵禀报。先吃点东西吧，你这样不眠不休不饮不食的，还没等到大可汗归来问罪，你自己先垮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些是我之前勘察过的草场和水源。如果有一天王庭放弃了营石，你就带大家迁移到这些地方去。孙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打算。什么叫如果以后的英师没有你吗？你是不是打算把这里一切都安顿好，自己一走了之，是不是？我还很忙，你先出去吧。我不出去。你又打算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？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把所有的英师弟兄当什么？太亲，什么事？刚刚斥候来报，王庭的人突然来了，是大可汗和狼师的旗帜，他们马上就要到了。看来是不准备给我解释的机会了。孙，要不要召集所有骑兵？不了，开战只会让英师损失惨重，我要保护好你们每一个人。木槿，你记住，一会儿不管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，都不要轻举妄动，一切听我的指示。另外，做好迎接新特遣的准备。在英师，我只认阿诗勒损，英师所有的人也只认特勤阿诗勒损，这是命令。特勤，傅寒来意损已知晓，还望傅寒念在多年父子情谊上，饶英师其他人的性命。先起来吧，进大帐再说。阿依尔的事，傅寒都知晓了。阿孙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狩猎三日，接到信报，说英师接应罗毅潜逃，还和狼师大打出手，射伤了可敦。傅寒听到这事后，气得真想亲手杀了你。但是世儿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告诉我了。你们兄弟二人竞相追捕罗毅本来是件好事，却为了争功
积下这样的仇怨。阿隼，傅寒知道你不会有意射伤可敦，不管怎样，阿依尔是死在了射耳的刀口之下，错便是错了，射耳给阿隼赔罪。是隼射伤了可敦，隼自愿受罚。隼儿，这是为何？这又不是你的错，傅寒会为你撑腰的。多谢傅寒。阿隼，起来。傅寒这次从王庭过来，带了不少的物资和武器，全都给了英师。傅寒知道这一切都弥补不了我儿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人死了不能复生。傅寒这次把大巫师也带来了，我要让他好好的为阿依儿祈祷，傅寒也会为阿依儿好好祈祷的。孙儿，你还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向阿塔开口。养你的阿娜不在了，可是爱你的阿塔永远都在。孙有一事恳请傅寒答应。孙儿有何事恳求？阿塔全都答应你。我阿娜生前一直想去更远阔的地方看一看，奈何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机会，如今阿娜不在了，我想完成她的遗愿，去这大千世界看一看。若傅寒心中有接手英师的合适人选，就请他好好照管英师。欢喜渐渐又想你，在告别之前起雨，念起你的身影，关进我眷恋的梦里，在天明之前，年年之间，恋恋流动思念，总有那么一个瞬间，燃尽我心间的画面，总有那么一份牵念，在你我之间凝结了一切，在彼此世界，在不同世界。成了